有劳孟师兄同行，请多多指教。哼，练藏境就敢接刀重任，送死就算了，还要拖累别人。孟师兄，我绝不会拖累你。很好，真遇上麻烦，可别哭着求我。就算要死千百次。 我也绝不会向你求助。孟师兄，我记得苏导师让你护我们平安，难道你要违抗师命？哼！放心吧，罗师弟，真遇上麻烦，不用求他，我罩着你。 有了新的玄剑，这次任务我一定能完成。师兄，刀虫真的很可怕吗？一看你就是新人，刀虫任务和门派试炼不同，试炼只会淘汰出局，而这任务真的会没命哦。你不用吓唬他了，有师兄们在呢，能出什么大事？ 罗征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，害怕了？为什么老看着青云宗的方向？我不害怕。你呢？你怕不怕？我啊，说来奇怪，只要一听到妖族作乱，我就特别愤怒，就想把他们都赶尽杀绝。也许是因为妖族害过我的家人吧。也许。我只是推测。 不要掉以轻心，重新准备战斗。好，小心！成了，玄冰剑。 你刚才怎么回事？我的功法有问题，有时候不太灵光，还好没事。刀虫都是群居，绝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儿。
青云弟子，给我杀！烈焰掌！好硬的壳！变完没有？我快撑不住了！你别说话，让我想想办法。玄冰阵，啊，刚才还管用的。龙鳞之力！对了，罗征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刀虫身躯长有硬甲，难以攻破。所以他的弱点在脖颈，除非你是铁打的，否则不要被他们近身。多谢孟师兄的提点。不用谢我，要是让你缺胳膊少腿的回去，丢的是我孟长君的脸。流光一瞬，星芒灭神。我们三个配合得多默契。默契？配合？别忘了取刀虫晶核，你不是要赚积分吗？这么多刀虫晶核，应该能换不少积分。好多金盒啊，金盒发财了，发财了。